Merchant. Hi, I'm now at Tianpingshan in Suzhou. I'm doing very well. This i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It's fall, winter time, and I climbed all the way to the top, and I had a great fun with my friend Mingqin. Yeah, so come on, join us in Suzhou. Yo, bye bye. Hi, 你好. Hello, 大家好，这是汪美清声音电台。 你现在感想是什么？很累，多累，超累。等一下，这样累吗？<笑>你猜我们在哪里？现在我们在山顶。 微微风，轻轻飘，看天空这么蓝，又有两个美女在这里，绝世美女，안녕하세요，Hello， 还你还要再爬吗？爬哪里？这里吗？我有点难做。你猜现在几点啊？你看那个太阳啊，在这里耶。 看不到吧？是猜现在几点？两点半而已，两点半。可是现在的感觉是像四点半、五点半。这怎么办呢？太平山，天平山啊，天平山。天平山，你不拍我。OK， 我拍你。<笑>我拍了。对啊，天平山。然后呢，我们付了18元进来，然后很辛苦。 我们拍了很多照片 ，Enjoy。 This one will definitely get folded by the time you get home. Or you roll it lor. Rubber band. Oh, you roll it then got rubber band or whatever to fasten it. Also can. How long will it get to dry? 我把它多久才能干啊？需要三分钟。好，谢谢。哈？三分钟。 Okay. My face is ugly a little. Right. Like the outside one very nice. He like do very fast at it. 감사합니다. 안녕하세요. 我是美清。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苏州太平山。今天主题就是，不是看雕，而是看鸡狗。鸡狗呢，你放在这边呢，就丢下去的呢，就啊就恶心呢。 丢到那叶子上，荷叶上的话，那就，可能会，可能也 lucky 的吧，我不懂嘞。 I don't know. 你丢看看。我丢了嘞。好。我再许个愿。可以许三四个这样吗？不可以。快点。<笑>哇，没有。没有啊 ，OK， my turn， my turn。 到你，到你，哎哎哎，发地发地嘞，没发地的嘞。
我要讲，哎，这样拍，这样拍我整个 screen 会这样，你懂吗？好，这样请自我介绍。嗨，我是莹莹，好，我来自新加坡，然后呢，我来到这里呢，今天呢就有一个 sense of achievement 啊，你懂吗？你看那个山呢，那个山。啊哈！爬到了山，然后在上面的时候，我们忘记喊我们的，比如心愿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过来这里呢，丢这里东西。要怎么丢呢？这样丢哦，丢到那个荷叶上，啊，荷叶上，你呢？好，请开始。Just 5 cents. Yes. 拿住，我都吃。哈哈哈哈哈哈哈为了我的家人我拼了哈哈哈哈哈哈拼了你不要你用多少线1毛好1毛又掉进水里No talking to me. 好了呗，好了呗。你可以跑一点嘛，有到吗？有吗 ？Come on, come on. OK， 等一下我们会拍照来 zoom in 一下。好。阿拉妈，阿拉妈，我是爸，噼里啪啦，爱不怕爱。Yeah. Bye bye.拜拜，散啦。